了解了莫尔的意思之后，我们就跟各位介绍算莫尔的公式两个，一个是多少个除以六乘以十的二十三次方，一个是多少质量去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。第一，多少个？什么多少个？你要算的东西有多少个？硫酸 H2SO4。每个硫酸有两个氢，有一个硫，有四个氧。你要算的是氢的末，是氢有几个？你要算氧末，就是问你氧有几个。所以你算东西有几个，多少个除以六乘以十的二三次方。质量要用功课做单位，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。这个公式很正常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它就是一般生活的常识，你就会晓得的事情。所以其实也不用特别怎么背，因为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一摩尔就是六乘以十的二三次方的，两摩尔呢乘二嘛，三摩尔呢乘三嘛。我告诉你了，一摩尔就是它的质量，就是它的原子量或分子量，所以就得到这个公式，像这样，摩尔是基数单位，十二个叫一档，答案的基数单位，算法想法都完全一样。好，请问你。一打十二，两打，怎么算？乘二。好，一打十二个，两打乘了二十四个，会吗？那两摩尔几个？一样嘛，乘二嘛。一点二乘以十的二十四次方。有老师准，我不准。有老师准同学写十二乘以十的二十三次方，我不准。请你用正确的科学记号的写法，不懂啥叫科学记号，回头问国一数学老师，你国一教过了，你国一教过了，所以一点二乘以十的二十四次方的，一样对不对？很简单哦，简单。好，来再看，一打十二个，一摩尔六乘以十二张了。那、请问你三十六个有几打？三十六个有几打？三十打怎么算？除十二。那这么多个有几摩尔？怎么算？刚才除十二被打嘛，那个除什么？除六乘以十的二三次方嘛，就变摩尔嘛。这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公式第一号啊，多少个除以六乘以十的二三次方啊？是不是就跟你平常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？没有什么新内容啊，没有，很正常啊，就这样想啊，就这样想啊 ，OK。就要做末 ，OK， 好，再来。我们说我们是用称的，对不对？用称的嘛，因为我们当初就是定嘛，等于原子量、分子量的时候，克数的时候，就是它的一摩尔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用称的。一瓶水250克，一摩尔的二氧化碳44克，因为二氧化碳分子量是44。好，来，请问你。两瓶水几克？500。为什么？乘二嘛。那两摩尔二氧化碳几克？一摩尔40克，两摩尔。啊，怎么做？乘二嘛。乘二嘛。是不是想法一样？是不是想法一样？好，很好，来，再来。啊，一瓶水250克。啊，1000克几瓶啊？4瓶，怎么算？除以四嘛。对不对？对不起，1000除以250嘛，四瓶嘛，对不对？除以它那个，那这么多克的二氧化碳是几摩尔？除多少？除44嘛，当然是除200，要除44嘛，一样想法，对不对？除44。那这就是你刚才看到的什么？公式第二号，质量除以原子量或。分子量，那是不是想法一样？是不是想法一样？对，一样啊。那学生就很好笑。我学生说，一支原子笔5块钱，两支多少？10块，三支多少？15。他觉得我是白痴啊。好，那很好。那一摩尔的 A 啊，10克，两摩尔 A 几克？不会，我很难，我很难，哪里难嘛？完全一样的想法嘛，哪里难嘛？何难之有啊？啊，那就没有难啊，想法完全一样的。OK， 是吧？那这就是刚才看到的公式一号跟公式二号想法完全相同。
就是以前的小瓢虫嘛，还记得吗？给那个数学不好的人用的，所以我们要算木耳的时候，就把木耳遮起来，个数除以六乘以十的二三次方。要算木耳的时候，把木耳遮起来，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。那可以反过来啊，我会问你有几个啊？问几个怎么办？木耳乘以六乘以十的二三次方。我会问你有几克啊？几克怎么办？木耳乘以原子量或分子量嘛，就是所谓的小瓢虫，以前教过的，这、就是对数学不好的人给他用的嘛，哈。你们如果数学够好，就不要管这件事啦。还有一个小问题，就这个，我的公式啊，有多少个球木耳，有多少公克球木耳？可是有人会问你，这么多个是几克，或者这么多克是几个？这有公式吗？没有，这个没有公式。要为他搭起友谊的桥梁，谁他友谊的桥梁？墨多少个算出来的墨等于多少公克算出来的墨，所以有为他搭起友谊的桥梁就叫做墨。我要靠墨把两个连接起来。你给我三乘以十的二十四次方个，请问你有几公克？换成墨相等。你给我四十八公克有几个？换成木耳相等。我要用木耳让它友谊的桥梁，把多少个或跟多少公克两个连接在一起，让我们能够做计算。这就是跟各位介绍我们计算木耳的公式，很简单，就是平常正常的想法一样的，完全相同，并没有比较难。OK。